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宁曼路，这边吃一家日料，非常火爆。不过现在摊上国庆节客满，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，还没有位置，继续等着。这家是一家吃烤肉的地方，叫阿七。这泰国警察在抄牌，这是我来泰国三年很少见到，就是马路边上贴单子。我在清迈这边，马路边上随便停。哦，知道这为什么不能停了吗？看，这红白的是在泰国，红白线是不能停车的，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随便停的。张停摩托，罚款500泰铢，扫码支付，不错。它的菜单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这边是牛肉，牛肉拼盘，这边是猪肉，猪肉拼盘，五花肉、猪排骨、猪颈肉、猪肠、牛肉、牛颈肉，海鲜拼盘，蔬菜拼盘。还有点小食，你这个多少钱？大蒜炒饭，然后饮料没有了，就那么点东西。牛肉拼盘，来三个。海鲜拼盘。哎，点啥？你们不吃过吗？牛肉拼盘嘛，我们就吃这东西。都点，不再来。海鲜拼盘让你上来好吗？哎呀，东西也不是很多啊，东西不多。然后小点心，哎，还点啥？肉都很好吃，大蒜肉可以多来。我要炸肉可以多来一点。这个？对对，炸鸡很好吃，炸鸡在哪儿？汤。嗯，他这拼盘那么迷你啊，就那么一份，那10块钱还正常，12块钱。毛豆，搞个毛豆炒出来。哇，好迷你的拼盘呀！哪有辣椒？这辣椒面咋吃啊？就这样吗？那直接倒不行吗？我把你烤肉时候的帅气样子给拍下来。哇，见到我了！鲜拼盘，两条沙丁鱼，两只虾，三个鱿鱼，一个扇贝。哦，辣椒面了。吃完了，完了，一共三个家庭，六大三小，3506泰铢，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吧？好。